海鲜贝类上面就是做装饰，然后融入我们学校的课程里面，也有用到我们学校课程所教的东西，对啊，然后就是做成整体造型服饰，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配件这样子，对对对，饰品，对，还有服饰，对啊，就是整体造型服饰，然后可能就是整体下来，对啊，有信心吗？有。现在会紧张吗？还好。要不要精神喊话一下？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学校的，我们是三名家商，高雄吗？对。那参加是什么专？我们是专题组，加专题。作品是什么？作品是我们的作品是布灵布灵声光游戏坛。大概讲一下内容是。内容你讲。我们就是以就是布料，就是让声光那个游戏毯就是可以发出声音，跟就是有可以发光，就是可以促进婴幼儿爬行。就是小的东西。有信心吗？有。有。不会紧张？不会。要不要精神喊话一下？一二三，加油！我们是中山工商，在我们来自高雄。那参加是什么组？我们参加的是家政群的创意组。那作品的？我们叫声东击西双吸盘脚架。我们是用改良脚架，用美容科在练习人头的时候所使用的旧式脚架去改良，让它接上吸盘，使它可以克服我们在洗人头时所遇到的不方便及架设脚架所遇到的困难，加上吸盘后可以使我们架设脚架更方便。啊，有没有信心？有。好，精神化一下，帮你加油一下。加油！加油！同意一下。加油！谢谢。我们是来自台南的佳琪女中，我们参加的是创意组，我们的作品就是用虾壳制成海鲜粉。我们是参与群，所以是用在食物上面。对。那这样子做是废物利用还是？我们就是最主要就是以废物利用的概念这样。有信心吗？当然有。会不会紧张？不会。下个片甲布留，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好。你有拍吗？我们是裕达高职的，然后从这台北的。我们参展的作品就是茶叶蛋跟咖啡与抹茶的结合。因为我们的就是创新口味的茶叶蛋，所以是吃的。对。创新口味茶叶蛋。就是我们将咖啡。我们将以就是茶叶蛋以往煮的方式，只是将卤包加进去。那我们这是加了
抹茶跟咖啡粉下去，就是味道就会变成咖啡跟抹茶味道。然后就是我们想要让茶叶蛋有不一样的新风貌，因为市售茶叶蛋就只有茶味，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也可能会吃腻，所以如果有别的口味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紧张，益达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是高雄高工。因为就是南部登革热疫情很严重，所以我们是对登革热这方面做的一个产品，就是防疫登革热的产品，是类似防蚊液，但是是天然的精油做的产品。我们是化工科，对，然后还可以兼具防晒的效果。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哦，我们是从彰化来的彰师大附工，这次参展的作品内容。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试体复合在安全岛上面，就是路上的安全岛，然后去吸收它的耐冲击能力，提升它的耐冲击能力，然后降低车祸造成的伤害，就是一个类似像防撞装置。对对对。那会紧张吗？参加这次？还蛮紧张的，对，还蛮紧张。有没有信心？应该有信心吧。希望可以，该有的信心有，加油！我们从观音来的，桃园观音，什么学校？观音高中。我们的专题题目是奈米的好聚好散。那我们是在探讨说四种离子型界面活性剂对于奈米粉体分散的效果。我们只有用四种离子型界面活性剂跟奈米粉体分散的那个溶液而已。在会场里面的，当然有信心啊，一定要拿第一名。一二三，加油！那一次，有点辣掉啊！那几声？几声？三声，一声加一声。一二三，加油！产品是由叫什么？邀请大家继续来跟这些学生评审，然后给他们指导跟鼓励。那我想这个在我们高职里面呢，它算是慢慢变成说一大盛事了。各位从一早从下面上来的时候，也看到这些学生很积极准备，然后我们高职学生他们也开始展现他们的创意跟活力。那今天评审之前呢，我们有这个简单的会议。那一开始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主办单位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的李晶晶李科长为大家致辞，我们欢迎李科长。这个竞赛呢，是我们历年来非常重视的一个竞赛。那因为今天刚好长官们，我们分头有非常多的会议要进行，所以今天有本人来代表参加。那来到会场之前呢，就在门口就感觉到我们那个同学非常认真，很多老师也在外面还在练习。那相信学校是非常重视这个比赛，那也相信在我们台师大的团队之下，我们整个活动会非常顺利跟圆满。那再次谢谢各位评审的辛劳。今天这个竞赛听说好像去年是评到很晚，对，那结果出来都是已经是深夜了，所以老师们真的很感谢大家这样子相挺，谢谢大家，预祝我们的活动顺利。李科长，
陈主任、王主任，牵涉到加分哦，没有加分就随便一点啊，学生也不会抗议啊。但是一旦有加分之后，哦，每个细节大家都放大镜在看，你讲一点点，讲话评审讲话大声一点，他就要帮你，评审对我态度不友善。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跟各位，我们而且我们有一些疑问啊，可以问他，但是我不要质疑他，质疑他就是道理，就这评审了，一旦设立场啊。那我相信很多评审在专身看过资料，大概也有人在讲，看的有些好像已经在某些比赛得过奖的作品，那这没关系，就各会觉得委员啊在这个讨论，然后在评审过程也可以跟他确认说，同学这个作品你是有参加过比赛，得过奖，好让他自己来说，他说有啊，可是我改良过，他得了，然后接着，不然你都不跟他讲说话，我知道你比赛啊，其实搞不好他是改良过哈，所以这部分如果有疑虑可以跟他请教，啊，可以跟那个竞赛同学请教啊。所以今天的一个评审过程还是会非常的一个辛苦哈。那真的非常感谢啊各位我们的一个协助跟莅临哈。那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辛苦来主持这个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而且没有多的 bonus， 没有额外的。啊，谢谢。那加政数群创意。也帮忙在最后成绩的时候，大家在第一项目还是50%的哈，所以各位就照那个分数第一项创意组的部分，第一项你们先打一个草稿，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再把那个正式的表格再提供给大家。创意组的部分，我们第一项那个创意组的委员在评审的时候，就看他们学生的作品跟他的学校所学之间的相关性跟整合性。完整性为我们评审的重要考量，创意的部分占一个成绩，但是并没有占很高的比例，主要专题组还是以他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跟技能相关为主。那创意组的话就不可比的特性是否吻合，那是否具有新的创意的发想，这部分是我们在创意组的部分评审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学校跟学生家长都很重视这个竞赛，那重视是好处啊，但是在这个评审过程当中，就要麻烦各位委员哈，就这个时间他们在报告时间，那希望所有委员都会在场听到他们的报告啊，如果你万一有事情离开或者这样子的话，他的报告受到阻碍或者是中断了以后，有没有看过你是有抄袭的嫌疑啊？第四点是有关那个评分的部分，尽量因为他们是经过层层的竞赛进到这边来公布成绩，但是学校的这边压力也蛮大的，所以我们会给他查个别的成绩跟评语，把奖状印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事后在国教馆在印奖状，但是他们在之前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相反的，就是应用及整合性后面那个是，就现在这个刚刚有提到有很多加分嘛，所以很容易取得。那百分比啊，比如说百分比值最高的一个竞赛，作品名称，即使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再把作品名打上去一搜寻，大概有类似都可以抓到。啊，什么课这个，到底怎样叫重复参赛呢？有些是之一了哈。所以，外语群还有农业事件，那实践也得奖事件，那这比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如果各位，越错越勇，然后就是还是
是实体，就是有实体有会让你选。实体我们实体是只有国家的。相关的，在畜牧场工作，比较长，所以呢，它可能会就是那有活动性，同时的时间兼顾，就是进来的时候在 test 的时候，他说要对商品化的，就是可以压到1000块钱，就是经济又实惠 ，DIY 方式，可以让小孩子在年轻的过程中问爸妈，因为你要永远，那我们直播。我们现在试的部分是第一个，他们磨起来的其实他们对。第二个问题是，会讲在公路上那个情况并不可能危险，所以我要拿去用。就是我会认为说那个是你的出发点，你们到底会衍生出多少？而且留下来的，他们的研究报告的。比较好哦，大家拜拜。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自然经验，所以我想如果要改善这个问题，然后把它就是做成案教学，然后再做成我们教材设计，我们也用了我们原本的动画，看是我们的牙刷和牙膏部分。牙刷呢是先用，他们有多可怕，他们可能就会愿意去刷牙这样。The result, you should be talking about Chinese. Yeah. You need a primary school. How do you study Chinese? I read a lot of talking myself.夏威夷风比较专注在课程上面，我们彼此同学之间的分工，以及舞台剧之外，我们也同时在做专注制作这一项的制作，这样去去这个课程是你刚刚你的脸啊掉的，啊有人没有画的，就是像他就是夏威夷菜鸟，也是不同的风情，然后现在就改过来，你懂了吗？排列方。
方式呢，一样都是电风扇，只是我们把它沿用做一个小的那个扇。那最后呢？越南的传统美食，它是。
第一次派对的游戏，确实当做他们的舞台，最后一个任务。然后我们里面有节庆，以及83%的幼儿老师愿意购买。要是认为可以帮助出台湾知识的幼儿，好想好想回外婆家，邀请您一起回外婆家吧。阿公，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小兰妈的家。之后才能定羽绒法的限制，颜色限定无法以内。经过针线的专题制作之后，接下来是给后选就职的建议。不是，做的视频占全台80%。谢谢您。不是啊，问卷。这个问卷。你不是说我问你说为什么？停车。所以我跟你讲，刚刚委员问的啊，在民权东路，然后我要到南京东路去。机械诊断机构而已，机构。好，所以你还是要到你们三个。超这个超过。对啊，但那个是错一样的事情，不止这个。其实我们车子里面都有测距。我们有就是特别会想要以围墙部分。这个影片一定要热几分钟。附近有许多的绿色园地，像是因此我们取是水源之地命名的川。那他们现在提倡的是校庆活动，因此有许多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到海山捷运之上。我们的室内设计。意行为认知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卷数100份，回收100份。我们的研究架构主要了解。但
认知上的差异，男女生呢都叫不到一口井。在参与行为方面，男女生呢都很乐意去维护活动的清洁卫生，但是男生对于会关心活动的相关资料平均数最低，女生平均数最低的是芋头节所举办的活动。年龄在认知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呢？20岁以下的年龄数最低。在行为的方面，要是不是女生与她的活动相关，男生对于活动的想念、花语的体验、满意度为1%，女生比男生愿意体验更多。像这种情况，你觉得你自己选刚好在一起？对于，但是随着表扬的人数最低，在行为的可能是幼教老师，他们就像是什么时光。毕卡索是珍贵的特质，看着这些珍贵的特质，希望得到，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孩子的学习。经营粉丝专业有起有落，从红豆饼到安养院。那报告里面还是很详细，那我们改一下。报告只是说你们用这个东西，那高频传送的时候，一开始它传送进去的时候，它的高频可能会。线路碰到光绿，你说这杂音怎么来的？就是我看到是，那它是用数值的方式去传送，是的。我跟你讲，它是用 post view modulation， 它等于是电容，用电来换氧气，所以你让它永远都处在反干扰。按照来讲的话，今天你如果越亮的话，它颜色变的时候反干扰。如果我在海边呢，海边风通常比较大嘛。那我现在用防晒，我想把它遮起来。哇塞，那到时候会不会冷？连人那个车子都被主要遮阳的话，它是主要是覆盖住车顶。啊，如果覆盖住车顶的话，我们前面有加一个导流板，它可以阻挡。啊，如果遮雨的话，遮雨的话我们没有测试。遮雨是车子是挺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因为努力还要坚持，就继续做下去。来，复兴老兵文化园区一起看看我们要成。然后我们还有学到电脑的。有，这是有不同的包装款。对，它因为经费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东西也是以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像是那个脸书上的，我们有粉丝比较，因为我们前面是一个动画，就是阿力跟阿布，他们是一个动画，然后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开始。阿力我们是就是像这种，就是有设计，不是我们出钱，但是我比较上的是画，是我们报告才会完成。现在缺的就是那一块，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比较原始。平常压力大的时候，平常紧张的时候就可以。我们还可以运用纹身探讨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部落。哇，想不到蘑菇部落里不仅有好吃的菇菇，还有小孩一同玩乐的情景。这也是休闲农场的菇讯料理，也可以购买特色的菇讯产品，享受蘑菇部落的魅力，很新香。那它的园区总共分为5个的，好兴奋啊！不错不错，看来你们都玩得很开心呢。我们是要给提醒你的，我只觉得跟我的建议了，他们我不会不会非几率抽样，是随机啊，但没这个名词啊，对。是制作麻糬风味的老面活动，让大家体验麻糬的产制过程。Action One， 真的呀，来讲麻糬汤啊！麻辣，100年老枫树和特殊的麻糬文明吗？哦，我知道，就是枫树社村吗？这个是我小时候居住。我们这些婆婆妈妈在挑麻糬，准备要做麻糬粉啊。不会啊，我在菜市场啊看到那个社区老志工，他到夏天正中午还在卖那一把麻糬。在当地举办市集会，让居民认识麻糬不只能用来煮汤哦。一产品的滋味，以及也能体验挑麻糬做成汤的完整过程。认识麻糬，关怀土地，传递爱。谢谢评审。文化的推广，所以你们就是去这。过去都用来做什么？结论，所以他们常来用来加入地瓜啊。跟老面还有面包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所以是第一次，就是从来以前没有人一起是一家，是问卷调查。那我们最后因为实质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评审老师。对，他只能代表他符合需求法则嘛，对不对？嗯，就是需求量变动的，就是除以然后价格的变动因素，要用实际上，而不是用意见调查。你们刚刚讲的那个假设是一种意见调查，一天他突然变成100万，然后去看他的销售量是多少。销量，那现在我们可以配合的，猪肉问，因此我们需要选配的我们的上下只能让我们只能在量测试里面进行。先猪肉，然后他的。董事长所言，做好有益的事可以改变世界。那第三个，经过多次讨论以及修改后，就将问卷平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男学生为主，使用目的是通勤，假日的使用目的是休息。那控制上面，我们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到低成本省空间的效果。所以谢谢各位评审，谢谢。谢谢，请教一下，就用类似那种缓冲器，可以增加电流那种。什么时候拉的？就把那几个按钮用这个来代替。白灯跟黄灯嘛。白灯黄灯。这个可以帮。就老人家走到迷路了，对，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用 WiFi 的。一下子大家都去骑脚踏车，骑 U bike。因为你的屏幕是一个耳望可能所带来的一些坚持推动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坚持推动，对于就是北市府的那个开启冷气是有优先权的，要先开启风扇才能开启我们的冷气，我们是可以变频的。第二是我们的电灯亮度调节。我们好，光线不充足时，它就会可以变亮。然后第三就是它换算出来的金额，因为一般的看用电度数，有瓦斯、一氧化碳以及地体，就是方便逃生或者住在冷门进入。上方的财经上进行抽风，我们的指示灯也会亮起。哇，这真是台湾人的骄傲啊！好想进去参观哦。是啊，这点满意度及重要意愿的相关程度，借我们的分析结果提供给青梅博物馆。
造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好，在是否接受导览服务方面，对整体休闲满意度及由此可看出再来参观及推荐亲友参观的第一理念，全民的大家的博物馆。跟办人许愿哦，动线规划，海馆云后。那如果是在10到20公尺的话，因为距离比较近，视障者最近的交通或者是高铁交通。对对，斑马线的坐标定为这个，然后把手将手机以不同的角度摆放。路口距离，谢谢评审。所以路口要够开嘛？你才帮我去一个，你现在是走出来的。你刚才的整个演算法流程就是这边所写的吗？就大概放50公尺。这部分是我们手机，我的手机要转算法更准，格式的就是资料格式。加深对雕刻的了解。虽然有91%的人认为这是台湾的特色，不能失传。小物方面，临时辅助教育感，愿意入单为吉祥。也有使用，也有设计类的桌布。创意商品。我们将剪裁桌还可以依使用者的需求跟环保的概念。它是贴图的主要主角。除了利用 Flash 制作网页之外，还有用 Weebly 制作政府资源。有以下有四点建议：创意商品开发可以多参加人样式加绘制，然后把它做成了，然后再加上布匹来做装饰。那他有需要这方面的协助，还是你们找到你觉得想要帮他推动？所以就是用年轻人的想法去做那个多种用途的运用。对对的。所以他有可能在那边卖吗？哦，我们。就是他要去做什么什么课程？哦。就是榻榻米这件事情是跟这个榻榻米的关系会是什么？会有一点看不出来。对，看不出来他是榻榻米。反正那个硬草，反正比较像日本的。它啊，它更强的一些榻榻米的元素，或你的设计的公仔方面，它就是一个。注入新的水，开发新客户，提供即时行销，辅助水桶中流出来的水，为新旧客户及时反映性行销。而且我刚才不是在滑手，不利大家都知道吗？我们上次不是有去火车站发问卷吗？我来告诉你们吧，相关系数呢，由我们所研究的，这样就是所谓的相关系数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这样我们资料还是不够。会告诉我啊，就是手这样子也不会因为不耐烦，然后也不会因为这个完全分析相关系数分析。